下咯。Three, two, one.是多少速度？左灯有车没车哈，慢点慢点，经过了开到黄线里边去，对，再打出来，你要完全站到这个里边。好，再 turn the line to right， 走啊，速度后面，哦，有车，好，走，那你就变不了了。好，我叫你过去好了，打一灯过去，回头，回头，走，右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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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刚才有一个事故啊，刚才那变不了道，可能就不变道了。但是我是叫你过来的，要听考官的命令，加速。这个人没关系的。不到位，再往前一点，太远了。你身体前倾嘛，往前看一点。对，赶快往前走呢。一直靠边，靠边走。哎，又遇到这种情况了，停，是吧？嗯。所以你的动作要快了，快一点，前进的人。反正他一直有车，还好。这就是说你走了，赶快打，赶快打！你不转又坏了。就说你第二次一定要一下子到位，你知道吧？快一点。你刚才有点尴尬，看不见了。啊 ，turn the line to left， 保持速度一会儿啊。你变好道以后，这个速度要坚持一会儿。I'll turn the line to right. 你还好在路口之前变了，哈哈，跟他就好了，尾随他就好了。Okay, right turn. 手直接一把打，对，完美。Okay, left turn.前进一点，对，速度还是太快啊。已经表现很好了。不行不行，刹不住，刹车不好。 OK， 考官不讲话，你就当默认直走。Left turn. 3, 2, 1. 这一次要看右边了。
路变宽了。好，关键时刻了啊！十字路口绿灯左转。你心里至少有一个计划啊，这个三个就对面会三个方向过来，对吧？嗯。三个方向有两个方向和我们左转有关系，都想好了。现在是一点，这个时间车还是有点多。这会儿我感觉就对了，你看它这个，它路拓宽了。非常好。你看看上面的后视镜。加速 turn the line to right。保持一会儿。三二一再换。turn the one more。速度跟上，坚持一会儿啊，然后就有时间就看左右了，左右左右 traffic check。 怎么样？我觉得你很有信心就可以考过了，十分以内，好吗？祝你好运。OK， 我们回电为 right turn， 把它像路边停车一样拐进来，反打，垂直降速12，打一圈，完美。我们做一下考车的车前检查。好， left turn signal， right turn signal， cancel。Step on your brake. Step off. 晃悠后 BB. OK. Show me your arm signal. Tell me what they are. It's left, right, and stop. OK. Show me windshield wiper control. OK. Emergency flusher.Show me defroster. Okay. Show me emergency parking brake. 左脚 release. And highlight. 车头灯在左边。Okay. 结束。来看一看，多少分？跑得好快呀、啊，这次。是吧？看看这个。应该扣了蛮多。哇，九分，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大风啊，今天。好，我们去拿驾照哈。好。